按照牧师斩杀前应该先打一个你好然后甩出去任务丧任务目看到了牧师仿佛看到了自己人有没有一种这个感觉看到了牧师仿佛看到了家人一样嗨你好泰兰德好久不见有没有这么一丢丢的感觉我觉得这把气势上已经没了我要开始防他吃手手了赶紧把这些都开了对面赶任务进度赶得很疯狂我就等着呀如果我433被吃了认了呀这个牌有点傻这个牌更傻这个牌也没用这牧师的任务做得真的很快可以可以满足啊朋友他在吃啊我都不捡214了赶紧打了万一对面也有换别笑
打得好，打得好，再进化一下，打得好，进化木啊。我见是时候了，我们一起推翻旧日的主宰。其实我这个手牌也不太好拖，讲道理。我没来个过牌，这把那个九那个解牌和猫头鹰啊，不是猫头鹰，鹦鹉被吃了，所以我这个手牌也不好解，讲道理。让我来个抽鱼，是不是对面有他？还好我把五十七打了，对不对？好像你的牌更好。朋友，这你的牌不比我的牌更香吗？别让我下一张抽那个十费的任务啊，因为我打不出去，我过载了。他进化是几个意思？这我这个手牌确实是蛮烂的，我也不知道能干嘛。挡一下，我撞打一个，我觉得还是撞剧毒吧，真的不贪。你撞六杠八，对面到时候什么奶一下撞你，剧毒还在，你也不好出怪，对不对？这个应该可以退了，因为我实在解不了。有没有办法能解掉这个？好像是可以的。这个我不会解它了，应该你自己进化吧。但是我现在很希望来个过牌。来个鱼烧也行啊，我这个手牌太尴尬了，要不直接给我抽那个十费的吧。哇，有点大。哎呀，给我抽那张法术啊，鸡巴。哇，这个是真的傻啊。场攻十九，我二十八。可以可以可以。来，
不会还没有吧？我不是吧，哥？这不会还抽不到吗？来 ，yes！ 按照牧师斩杀前，应该先打一个你好，然后甩出去，任务丧。我打了牧师的操作，你好，爽！哇，我这个骑手我真的有点慌。哇，我这个手牌被脏一下，那不是真的就爆炸了。我这个手牌预计要挂机摇图腾，来到个四费还是五费？终于让我有一张能打的牌。怎么又来一张卡手的？嗯，他可以爆牌，但是我解啊，硬币。哇！这么想过牌，我偏不让你过。这个一都愿意交，我偏不让你过。本来我真的可以不要这么丧心病狂的，但对面这个举动让我觉得对面实在是很想去过牌。这个我没办法。来个烧就能腾掉，但是没有办法，没有来。要不你打个吃手手啊？不会，还行吧。爆一个，可能爆二一四，爆同虚会有点伤。对面也卡，而且对面把这个交了，就说明对面任务做完以后没有办法打换，他的任务的牌一定会在手里。如果我能换到或吃到的话，这个几乎是100%。爆变身那就爆吧，变身也就那样了。现在就是来了就用，没有就拉倒。这个牌其实爆挺好，它是我一张比较关键的解牌。现在这里我要怎么办？我这手牌快卡死了。这个雪崩一点用都没有啊。
下回合我还是换不掉。那个舞豹其实真的蛮好的，因为那是我结场牌啊。谢谢和后面那个字咋读啊？送的一个比心兔兔。哎呀，吃吧，我又不出去。他还有一张换。这个好，怎么把牌弹掉？这回有可能再打一个雪崩吗？我觉得没有。好啊，他差一个八漩涡吧。哇，你别漩涡，你漩涡我吃没了。那也没办法，如果他这么做任务的话，那只能靠他了。你变身吧，他变身要爆牌，不可能，他要打漩涡了，那真的只能靠他了。同虚同虚同虚朋友同虚，谢谢啊，你是好人，辛辛苦苦做的吧，不容易哈。牧师任务难做，那现在这个版本就靠四三打呀。我前两局为什么会输，被人脏了呀，对不对？那这局为什么能赢，脏了对面呀？炉石要怎么打脏呀？对面生气了，我大地多少了？23，这局都可能不需要拿牧师任务就给他打死了。变身来了，感觉可以考虑变个身，变身还挺好的。我砍他一下，打一个二，打一个六，对不对？变身先变了，没毛病的。过牌不着急的。这个进化可以考虑暂时不用，我不急的。鹦鹉再洗一张，那干嘛呢？你洗一万张，你牌库里现在是22张牌，再洗一张23张，你能抽到吧？这关键是你能抽到就行了，不需要多呀，对吧？你鹦鹉这个时候拿大地也可以，拿过牌也可以，你去洗一个那个干嘛？你抽不到啊。这个萨满最难是抽一打一啊。他要把我大地换了，换吧，23，只要我防住就可以了。拿去，我这个又回来了。对面没有同虚，没有214，没有什么凯子，就打一个大地，我觉得想秒掉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困难的，主要我还有场面。十费，这个鹦鹉里面是布鲁坎的战吼，哎，我要吗？我觉得我可以打一个。打六好，奶六一般般。先找一个鱼，再进化。大过去的时候是23，这个怪死了是24啊，还早。下回合给他给我自己大地吃了，这么悲剧，这真的得给我自己的大地吃了。
东西有点烦，不太好解。等等，下回合再吃。可以，我每回合抽一张，他都有概率会死。是时候了，我们一起推翻旧日的主宰。打地，走好，还吃吗？不吃白不吃。那对面就彻底没有机会了，你还玩吗？你不玩你就走吧，你玩我就等我自己抽到你的碎片。对吧，这个就没啥办法了，他想靠这个复活打。挺好的，六点场功。居然还没有，呵呵呵，这么下面吗？这是直接洗到牌库底了吗？怎么还没有啊？对面现在是不是很慌啊？对面可能觉得我有了，呵呵，你走了，呵呵，对面觉得我抽到了，其实我没有，沉了。哎，跟牧师打胜率还是很高的。